一朵藏红花和一根冬虫夏草的背后，一朵花中只有三根红色花丝，是名贵藏药材，是植物黄金，它就是藏红花。一根根形似虫子，是滋补药材，是软黄金，它就是冬虫夏草。那么它们是怎么被人们发现并利用起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藏医了。藏医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创造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主要流行于青藏高原地区。公元八世纪，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相关医术，编撰了《藏医药百科全书》四部医典。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人们根据四部医典绘制了约八十副漫堂，内容丰富，形象生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完整的以图画形式呈现的医学挂图。2023年，四部医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直到今天，藏医仍遵循传统，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